我以前看过一个老电影，他说每个人体内都有原子，其实是每个星球的组成部分，所以死亡也许并不是死亡，而是回家。所以我就在想啊，天上哪颗星星是妈妈呢？叔叔，我给你买了个礼物，看见那颗星星了吗？哪个？就是，那边那群中间那一颗，你看，具体的位置我也忘了，反正如果。有一颗星星是以你的名字命名的，你会开心吗？你该不会是上了那种买星星命名的当吧？怎么说？就好多像你们这样的傻瓜呢，钱多的没地方花，然后那些骗子就骗你们可以在网上注册，然后还专门找个坐标，来给他们的星星类似于命名之类的，还真的能在网上查到，还给你个证书。没有。但我跟你说，这些全部都是骗人的，因为星星就是根本就不可以被命名，命名的话必须要用于学术研究，不能用于商业用途的。所以你说这帮人怎么会上这么蠢的当？对，怎么会有那么蠢的人呢？真是的，哎呀，真是。你买了，你也太可爱了吧！我以前一直都觉得你是一个永远不会出错的人，没想到你会犯这种错误，好可爱。是吗？谢谢你啊。我以前一直都觉得我自己特别的不自由，
不幸福，不开心，站在漆黑一片的路口，伸长脖子等一个身上发光的人向我走来。可是我现在觉得我以前付出的一切都是值得的。是什么样的幸运，老天爷让我遇到了你。遇到你之后，每一天都像在发光。从今天开始呢，天上就有一颗星星是以我名字命名了，一颗叫好开心的星星。我真的好开心啊。不是说不被承认吗？我喜欢就好了，我承认就好了。那就好，那就好，那我就放心了。我会一直努力做一颗星星闪耀着，以后你想起我的时候，只要看看天，不管刮风下雨起雾，我都会一直守护着你。我爸怎么去办公室那么久啊，还不回来？我都快收拾完了。我们为什么要转院呀？我在这里认识了很多护士姐姐和小伙伴，我不想转院。小傻瓜，要转院才能把你的病治好啊！等你治好之后，随时都可以回来看这些小朋友。而且啊，之后我会带你去游乐园，我们可以去开卡丁车、滑旱冰，想不想学？小学，哎，双双，你先去办公室找风叔吧，这边我再收拾一下就可以过去了。好。姐姐，不知道到时候我到了那个新的医院，遇到那些新的小伙伴会怎么样？会很好啊，一定会交到新的朋友的。秦然，你帮我拿这个好不好？嗯。这个我来拿。走。从现在检查情况来看，恢复的还是不错的。不过我们还要等后续几个详细的指标样本出来以后，再决定接下来的治疗方案。是这个？对，就是这两个，血小板和淋巴粒细胞。哎，您放心，有了具体方案，我们会及时通知您的。医生你好，你好，我想请问一下，刚才有没有一个中年男人来这里帮秦然办出院手续啊？秦然是吧？有，他刚来过，不过他没拿报告就走了。清源的情况不太乐观，一定要尽快动手术。这次转院就是为了做手术。那你有没有看到那个人去哪儿了？没有。谢谢你啊。